然后马上再做一只。这边，金燕花吃很凶，一朵可能不够啊。对了，我突然想到，房间里那边是不是可以做纪念品啊？我那边纪念品哦，拆掉了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可以再放上去啊，你要不要去弄？好啊，好啊，我需要这条纪念品。我箱子放在那个村民前面那一批箱子，你再帮我移到那个中间去。好可爱哦，这只苦力怕。啊，他挡在前面。嗨，嗨 要不要玩玩什么？ATM 吗？因为我在等再十分钟，开了，那切克嘞？他去介入两人感情，介入介两入人两感人感情，情，什么？该不是刚刚的题目哈？吧？天啊！你等下。他为什么介入人家感情啊？哦，真的是哦，叫他去打电话，就打电话介入人家感情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，对哦，反正我直接把你这台机器带走打什么电话啦？哦。好啊。杰 克来了。不要去介入人家感情啊！我又没有介入别人感情，干嘛？你为什么要介入别人感情啊？我没有我玩个 building game，我还啊！介入人家感情了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好累哦，好累哦，真的好累哦。哎 我不再用了吗？哦，有金币了。哎呦！哈姐，感哦，谢维恩会员。那个哈记是第一个盖的，跑不上去。还有不够吗？Open Block 和经验联盟头可以用来，Open Block 可以流出来吗？我看一下。经验联盟头，小公仔方面，小公仔，好啊，之后再弄。我以为你的 ID 吓死我了，你知道你的 ID 是99.2，那突然抖内过来，我以为你抖了900多，900多美吗？吓 死哇我了，我放！Open 不上 Block 去经验莲蓬头，哦，这个欸，帮补钙。啊，完全啊！恢复，他吃掉我一个石英砖，感谢刚谁？对不起，刚刚是谁？完了，感谢会员，没哎，看不是到，感谢抖内，不是，不对，感谢会员，感谢抖内，哇，我是讲什么？到底是会还是懂嘞？我的石英砖没了，所以还是放置啊，放啊，它不能从包包里面啊，哎，我的妈，怎么了？放多了好多组石英砖的碎片，哇！哇？啊，它覆盖是这个意思哦。什么意思？你看，我现在身上一大堆。你的垃圾桶在哪里？垃圾桶 上面。啊，怎么了？
插在我包包里。在你包包里面，打开吗？那是不是要玻璃片啊？对，这个是要玻璃片。哇，一个人，这样吗？啊，有了。然后我需要栅栏，栅栏。身上好满哦，先丢掉。我粉红色全部被吃掉了。粉红色全部被吃掉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刚刚就在研究，结果我就在石英砖上面放我这个小猪板嘛。放上去之后，石英砖不见了，然后通通变成那个小小的碎末。小碎末，对，然后有覆盖啦，他就把我那个粉红色全部覆盖掉了，加热啊，还行啊，对啊，整个石英砖都变成碎屑了，好难过、哦。这样能开吗？这样怎么开？今天莲蓬头怎么开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现在莲蓬头怎么开机啊？有人知道吗？要给他红石讯号哦。哦，好，还好，降魂的武器不会不见。刚扔在仙人掌上面。哦吼吼。哦，所以尸体如果被弄掉也是会不见的。啊？尸体被弄掉会不见的？那、不然你说在仙人掌上面？哦，就是我刚刚就是啊，他烧不坏也没办法破坏啊。对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。你是说这个墓碑吗？不是墓碑啊，我刚刚在扔垃圾，然后不小心把武器扔走。我以为你是死在上面，然后墓碑被仙人掌刺坏之类的。哎、嗯，坏不了吧？不知道。你要捡东西，还要在上面蹲一下，被扎一下。不是啊，经验花可以直接吸你身上的经验，不用丢经验瓶。真的吗？那不是吸附近经验球吗？我刚刚写经验球啊，这里啊。哦，吸收附近玩家的经验哦。哦。我还以为他是经验球呢。安安哦，我以前没钱抖，不用抖啊。要讲几次？经验球也可以啊。要需要大量的经验。需要大量的经验，谁那边有大量的经验值、哦？你是说经验方块吗？经验方块，或是任何经验值都行。杰克那边现在有量产了。好，我去杰克家。你要小心那个死神哦。我知道。死神要来喽！来喽！怎么用这么危险的发电机呀、啊？都太危险。这是什么？经验翼哦，经验翼好多、哦。这个验不能省哦。你说什么？他进你说什么？没事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是说没事。那个安吧。杰克，你有其他？哎呦，你有其他桶经验吗？里面有一桶，然后我底下那边，就是回家的那边底下有一桶。
等下就看得到音乐抱着经验筒在那边大喝特喝，我国国国，被灌酒啊！家里哪里啊？家里哪里有一套？就是那个经验漏斗底下有一整罐的。哦，我看到有一整罐的了。啊！走开了！你不要躲在石头石柱后面，我就没看到你哦。怎么放不上去啊？那一罐我带走了哦。会还回来吗？还是不会？我喝完就喝完回来了。他可以还我一点经验吗？我比较希望拼回去吗？拼回去？你神经病哦！拼回去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圆圆圆。感谢所以你要投他了吗？应该可以让他干吧。哎，看一下哦。好，去吧。为什么放不下去啦，观众？还是要覆盖这个？不是啊，他在旁边。喜欢玩魔法有关的模组，我比较喜欢玩魔法类的模组啦。可以直接雕刻或放置雕像。反应太慢，什么反应太慢？反应什么太慢？啊？哦，这其实充能充很快欸。好好好好，就先这样子。先这样。本色不够，本红色已经快200个了欸。116欸。再看看好了。Okay, 好。然后我需要先。那经验量够吧。挖到我挖到秃了。够够够够够，很够很够很够。我要先做，走开他！我在补草地，走开，你会死的、啊。精灵木 ，OK， 我们把它升级成比较高级的。这，啦啦啦啦啦，哎，我的斧头呢？这。对了，我们先丢原子钢进去。啊！快嗯哈，嗯哈，嗯哈，什么东西？发光啦！哎呀，很棒哎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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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听到你附近有捞水的声音，一直捞一直捞，谁一直捞、哦？那个是在做东西，那个正常。哦。这样，先离开了，明天要上课，好，去吧。好像是黄色不够啊，就到头来是黄色不够啊。卡到一直挖粉红色，一直以为是其他的。那精灵发射器在哪里？发射器，发射器在这里。精灵发射器需要原子钢 ，OK， 可以。这样，啊不是，咦不对啊，我黄色应该够 啊，对啊，我黄色有24个哎、欸。
卡到音哦。嗯，这。嗯，好，进阶版的。搞不懂，我刚刚怎么做出来的？画出来看。对吧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好。然后，去吧。哇，这个都可以把它灌饱，这也太强了吧？还是黑色够吗？黑色也才两颗，两颗眼睛我当然够啊，这边有六十几个。嗯，好难哦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什么游戏啊？聊天室是不是延迟，还是网络慢？聊天室我没放在画面上面啊，你怎么知道聊天室有没有延迟？然后原子钢，对，我要种一些精灵城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打盖亚了耶！耶，可以飞了！哦，对啊，我可以。你本来就可以飞啊？不是啦，粉红色真的不够毒，然后气死。花半天，大军冲啊！下了，身上东西有点多啊。啊、这样我应该有很多吧？有啦，是不是有点太多啊？多猪猪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说我换的东西。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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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些应该暂时够了。好，对啊，我有够精灵城，然后黄色不够，这个吧，皇家龙石，这个龙石需要钻石去换魔力钻，对，结果还是粉红色不够多，被他了。嗯哼哼。嗯，哎呀，哎呀，是有了吗？因为优越说欧富宝声音比较大声，所以用看看。干，真的比较大声啊！等一下啦。然后飞进去，好了，这个先拆掉。等一下，我没有斧头啊，这个先拆掉，先拆掉，先拆掉，暂时用不到。啊，我的东西嘞？单人吗？都多人啊 ，ATN 是多人啊。对啊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我要做四个水晶，四个水晶，对啊，在哪里？在这，嗯，耳机用户失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调小声一点好了。这里，等一下，材料不够，耶，嘿，
嗨，嗨，好，来了，好了，两颗，搞死牌，搞死牌，刚进球，哎呦，怎么才一颗？另外一颗了，这个温柔多了，你把我音乐猪猪带走啊？是哦，没有吧？怎么了？猪猪，我猪猪不是放在上面吗？哎，不见了。哦，我带走了，不好意思，来我还你。我说猪猪，你不是放在我的箱子上面吗？对啊，哦，我刚拿去试试看是不是那个，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哦，所以找到问题点了吗？这块不够。哇，就四颗哦，四颗。OK， 好，刚好十颗。跳。这样子的话，黄金不够。黄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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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。好。这声音跟昨晚没两样。什么声音？繁星的声音吗？繁星的声音。昨晚没两样。三颗还不够，对，颗，缺一颗，缺一颗，这个我不要了，要这干嘛？再给我一颗，有，好，这里，有水晶，四颗。你有什么放在上面？四颗，可以了，盖亚水晶够了，可以打盖亚了。我先随便放一个地方好了。完成。之后我再找一个良辰吉时，再找一个打盖亚的好位置。哈基加。好啊 ，What？哈基加场就空的，哈基加场地很大很平，可以？不是吧？等一下啊，盖亚仪式，这里，其实不用啊，在这里就行啦、啊，这边好像就可以了。虽然稍微近了一点点，可是这样很容易打到其他东西，算了。这先放在这里好，之后再调，再换位置。哦，不能在小客家抬头，我要低头。为什么？好不好？有在影片内啊，偷大。哦。多有控制感。我身上怎么会多控制感？谁家的控制感在我身上？谁家控制感？整地是要打盖亚，不是啊，这整地不是要打盖亚，只是先